当互咱发财、赚大钱，啊，佫会当保全家平安哦。嗯，安尼，是会当做。小弟，安尼我来接。金樹啊，啊，伊娶到迄个外籍的新娘，我伫讲啥，伊听拢无，啊，听累呢。啊，秀霞嘞，秀霞佫去甲玉婷摕药啊，吼。若要安尼吼，赚较侪钱嘛无够用。好啦，你莫细细念啦，哎呦。歹势歹势，我拄仔伫甲我迄个囝讲话啦。啊，结婚吼，一边是爱开偌侪钱嘞？好，咱要食早顿吼，安尼爱目镜也拔起来，嘿。妈，老早。老早。哎。爸，这个要吃。哦，好。啊，刚刚要吃啥？无，你要吃。啊，迄个船啊，船啊，船啊，迄块有吃无？嗯，我嘛唔知呢。哈哈，你到今天唔知伊在烧什么哦？伊在烧什么？正过去祖阿遐签六合彩啊啦。哦，啊，但伊在签六合彩呢？其实这个囡仔是未歹。未歹是你讲的，那会签六合彩就是无好啦。迄囡仔就是歹囡仔啦。唔通生气，以后要靠伊呢。阿妈，我即马就是要甲你照顾啊，你唔免惊，无人互你挖靠。互我挖靠？你个翁真了在走路欠钱，啊你居然来互我挖靠？啊你个外国神哦，啊无得甲咱家保庇啦。哇、啊，这好找我倒来啊啦。哦，啊，即嘛是几点啊？啊，你流到这水茫茫，啊，做甲这落型的，啊，这是要，这囡仔是要安怎迄落啦？俊啊，我甲你讲，迄个病病你都无咧听呢，我只是甲朋友出咧一下啊，尔啦。一下啊，伊毋是爱你，含你做伙，伊爱你的钱啦。恁爸安尼面乱趁，你安尼过来敢开？你都爱像我啦，去读册、做工课、趁钱较实在啦。其实哦，何必开钱伫查囡仔顶悬咧？查囡仔饲大汉，嫁人，趁钱予别人，也无要趁钱予我啦。饲查甫较差不多。阿妈，每一个囡仔吼，拢有伊的价值啦。那我签着四类的，我着好囝。我若好囝吼，我着照顾恁大家，照顾阮大家。啊！你唔着讲恁爸拢无咧甲恁照顾啦？哈！啊，我嘛开钱予你去娶迄个外籍的呢。讲的是真话。你上好较细致的啦，唔通规工甲咱交你的朋友在外面底乌白费啦。你是安怎？你感觉咱兜善家足见笑的吗？我也无迄个意思啊啦。阿兄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！我足讨厌伊个，不管是吼，都结一伙叫做高尚个款。伊只不过是一个查囡仔尔尔，你莫安甲伊计较吼。阿姨阿姨啊，你干啥？我有遐侪钱呢？阿俊啊，你哪有遐侪钱呢？我甲头个借个啊。啊，遮侪钱，你若输啊，你哪有遐侪钱通好还人啊？袂啦，袂输啦，我有去庙里求名牌，袂输啦。啊，哦，你好，遮侪钱呢，遮侪钱呢。主耶稣的圣名，你走。